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好，我是小赵，咱们接着临摹林飞金的部分内容啊。末尾是其实是没有断掉的，严格意义上讲了。鸽子，等一下，这个移动一下。然后摸我的手，往上勾一点点，就是这里转下去的时候，往上勾去一点点，但这里不是很明显的。可能我上半部分这里写的有点胖了啊，有没有发现？这收笔处还是圆一点。等一下再加重，小凯注重细节。你看这有个笔肚。剑切上了斜切，椅子的话一定要注意右边那个结构吧。你看这一鼓起来是吧？这个略凹进去。勾上去的时候，还可以再勾细一点，按压下来。好，长痕，长其实这里手笔还圆一点，不要收的太尖了。勾上去。那这有个往上带的一个小动作，好，这按压下去两点，其实写法的话笔法是差不多的啊。今天这个纸有点散出了，其实这个墨没问题啊。好，你看这个纸干完之后呢，这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写到这里。如果我觉得我哪些字写的不好的话，可以帮忙一起指正一下。好，